中環爆發和你 lunch， 點解你唔去？咁首先我要同大家解釋。嗱，我林康正得一個人，我真得一個人。嗱，你知道我每日又要做最正分析啦，黃昏又要做啤梨晚報，咁之後出邊夜晚有突發又要出去啊。即係我冇可能24小時唔休息就出去做嘅啫。雖然大家好想睇我嘅直播，我知道我分身乏術，同埋今日因為要做勁貨金曲，基本上。我就一做完呢、這個就即刻要趕翻去，係去練歌，即係彩排。咁啊，因為你知嘅，即係基於好多原因啦，即係講真係得我退一個啊嘛，所以我哋又唔係真係正式，譬如大台你撈，你有線你立場蘋果，即刻可以好多記者，即刻要叫啲記者出去採訪，我哋又唔得嘅，我哋得一個人。同埋我哋係一個，即係講真，都係一個評論節目嘅平台。但如果做到出去咧，我都係會出去嘅。咁啊，即係可以打，即係今集就即係對大家知啊。即係如果出咗去好啦，跟住又做唔到呢個勁貨金曲，係咪又要俾人鬧咧？係嘛？咁啊，即係。如果有睇開，都知唔應該會問呢啲咁嘅問題。